《秦帝国》第五部，《铁血文明》第三章，《乾坤合同》一，功臣不能全身，嬴政何言立于天下？蓦然醒来，郑国眼前的一切都变了，宽大敞亮的青铜塔。 宁静凉爽,爽的厅堂，铺榻竹席编织的异常精致，贴身处却挨着一层细软惬意的本色麻布，老寒腿躺卧其上，既不觉冰凉，又不至出汗。不远处，一面蓝田玉砌成的石墙，孤立厅中，恍若一道大屏渗着细密光亮的水珠，显然。 这是墙腹垒满了大冰砖的冰墙，踏边白沙帷帐轻柔的舒卷，穿堂微风恍若山林间的习习古风，夹着一种淡淡的水草气息，虽不若户口峡谷的水汽醇厚，也一片清新自然。 如此考究的厅堂寝室，令他这个经年奔波高山大川、过惯了粗粝生活的老水工很有些不适。一抬眼，阳光隔着重重门户纱帐，明亮的刺人眼目。有人吗？郑国猛然坐起，一打晃，立即扶住了梁思思的同住。大人醒来了。纱帐打起。 面前一张明媚的女子笑脸，你是何人？小女是官仆，奉命侍奉大人。这是何地？这是大人府邸。侍女过来搀扶郑国，岂有此理！老夫何来府邸？郑国推开侍女，黑着脸下地，嘟囔了一句。 大人初醒，不宜轻动，小女去唤太医。不用，谁是此地管事？带老夫去见。大人稍待，小女即刻唤家老前来。侍女风快的去了。这是人住的地方吗、啊？不中不中！郑国烦躁的嘟囔着，转悠着。正当此际。 一个中年男子大步进门，迎面深深一躬：“禀报大人，在下奉大内署之命暂领府务，疑似大人觅得得力家老，在下便原路回去。”郑国正要说话，一个须发雪白的老者背着药箱进了厅堂，身后正跟着那个明媚的侍女。郑国顿时烦躁：“老夫没病。” 谁也不用管，这里有没有车马？老夫要见李斯，不行就见秦王。家老一拱手道：“李斯大人原本叮嘱好的，大人醒来立即报他。在下这便去请李斯大人。”话一落点，人已大步出门。郑国看惯了秦人风风火火，知道不会误事，也不去管了。 侍女轻步过来，低声道：“大人，这是长史署派下的祝府太医。大人病情，祝府太医要对太医署每日禀报，查脉换方，不费事也。”郑国无奈，只好皱着眉头坐在案前，听任老太医诊脉，认真的望闻问切一番。老太医开好一张药方，又正色叮嘱道。 大人卧榻多日，老寒腿未见发作，足证大人根基尚算硬朗。只是大人触水日久，风湿甚重，日后家居宜干宜燥宜暖爽，避水尤为当紧，切切赏心为事。郑国苦笑着点点头：“好，好，好，老夫知道。” 离座起身便去了。郑国已经习惯了秦国立员仆役的规程，但遇法度明定的职责，纵然上司或主人指责，也得依照法度做事。譬如郑国病情，老太医叮嘱不到，日后一旦出事，太医署便得依法追溯。如此，老太医岂能不认真敬事？可在郑国听来，这番叮嘱。 荒唐的，令人啼笑皆非。叫一个老水工不去触水，还要常年干燥爽暖，简直就是叫一只老虎不要吃肉而去吃草。想归想，涉及法度，老太医尽职尽责，你说甚都是白说，只有点头了事。午后时分，李斯匆匆来了。你个老兄弟，在我这甚地方？ 老夫活受罪，郑国当头直戳戳一句：“哎呀，老哥哥，你可是国宝也，谁敢叫你受罪？”坐下坐下，听我说。李斯一番述说，郑国听得良久默然。原来，一出平阳盐碱滩，郑国就发起了热病，行营马队只有秦王一辆王车。 郑国与大臣们一样乘马，昏沉沉几次要从马上倒栽下来。李斯总揽河渠，照应郑国与一般水工大力，是其职司所在，自然分外上心。一见郑国状况不对，李斯觉得郑国不能再在马上颠簸，欲报秦王。可王婉说秦王正在车中与蒙恬密谈。李斯稍一思忖，给王婉说了一声。 立即带一班力员护持着郑国下了官道，进入岳阳，调来一辆四面垂帘的篷车，叫郑国乘坐，又请来一个老太医随车看护，这才上道急行，赶上了大队。将到咸阳，前队司马王车突然停住，秦王带着蒙恬匆匆下车，找到李斯，低声吩咐了一番，这才离去。依照秦王叮嘱。 李斯将郑国乘坐的篷车交给了蒙恬，蒙恬也不对李斯多说，立即带着自己的马队护送着郑国车队离开行营大队，飞上了向南的官道。当时李斯也是一肚子疑惑，不明就里。回到咸阳，李斯因尚无正式官邸、原居所又没有仆役照应，骤然回去难以安卧。 被长史属安置在了咸阳驿馆的最好庭院。李斯沐浴夜饭方罢，正要上榻歇息，蒙恬大步匆匆来了。蒙恬对李斯说了韩国问罪郑国的消息，并说赤候已经探查到韩国刺客进入秦国的蛛丝马迹，他奉秦王之命已经将郑国送到一个该当万无一失的地方去了，叫李斯不要担心。 李斯一时惊愕默然，这才明白了秦王中途停车，叫他将郑国交给蒙恬的原因。李斯也有些后怕，假若在自己护持郑国出入岳阳时，偶遇韩国刺客，后果岂非难料？次日小朝会，秦王的第一道王书是擢升郑国为大田令，爵位少上造。 府邸由长史署妥为遴选，务求护卫周全。王叔颁布之后，秦王沉着脸说了一句话：“郑国是大秦国宝，是富民功臣，韩国敢加郑氏部族毛发之害，叫他百倍偿还。”朝会之后，蒙恬陪同李斯去了那个该当万无一失的地方。 一过渭水，进入南山关道，一进茫茫树林中护卫森严的山林城堡，李斯立即明白，也不禁大为惊讶。李斯无论如何想不到，秦王能叫郑国住在章台行宫治病，而护卫郑国者，竟然是蒙恬的胞弟少年将军蒙毅。旬日之后，郑国高烧已退。 老太医说：“章台过于阴凉，不宜寒湿症者久居。”秦王这才亲自下令，将郑国移回咸阳官邸。李斯说：“幕下这座大田令官邸地处王城之外的重臣方区，蒙毅又专门做了极为细致的护卫部署，完全不用担心。”末了，李斯兴奋地说：“回到咸阳将近一月。” 下田抢种已经完结，诸般国事也已摆置顺当。秦王早已经说好，大田令何时痊愈，何时便行众臣朝会，铺排日后大政方略。这个秦王，难以再良久默然，郑国一声长叹：“老哥哥，这是何意？” 李斯有些意外。你我都是山东客，老夫可否直话直说？当然。李斯心下猛然一跳。老兄弟有所不知也。郑国很平静，也很麻木，盯着窗外明亮的阳光，眯缝着一双老眼，灰白的眉毛不断的耸动着。 当年韩王派老夫入秦，曾与老夫约法三章：皮秦不成渠，死封侯，活逃秦。老夫答应了。那时山东六国不治水，六国又有盟约，严禁水工入秦。老夫对天下水势了若指掌，知道只有秦国不受山东六国牵制，可自主治水。 入秦治水大有可为，是当时天下水家弟子的共识。然则，老夫若不答应韩王约法三章，便要老死韩国，终生不能为天下治水。老哥哥，且慢！李斯一摇手，先说说这韩王约法。皮秦是使命。对。 使秦国民力伤残于河渠，疲惫不能东出，是谓疲秦策。那不成渠，是不能使秦国真正成渠。对，只能是坏渠，渗漏崩塌，淹没农田，使渠成害。死封侯。 假若秦国识破，老夫被杀，韩国封我侯爵，十三万户。活逃秦。若老夫完成使命而侥幸未死，当逃离秦国，到他国避祸。到他国，为何不能回韩国？韩国弱小，不能抵挡秦国问罪。 老夫不在韩，韩国便能斡旋开拓。这便是说，只有老哥哥死，韩国才认你是韩人，是功臣。大体如此。厚颜无耻！素有节制的李斯勃然变色。郑国长长一叹。 老夫毕竟韩人，既赴韩国，又累举族，何言在秦苟活也？老哥哥，你要离开秦国？李斯豁然站起。老夫回韩，领死才能开脱族人。郑国认真点头。不能，那是白白送死。死则死矣。 何惧之有？郑国渠成，老夫死而无憾。老哥哥，生平第一次，李斯的热泪涌出了眼眶，扑簌簌落满衣襟。在与郑国一起栉风沐雨、摸爬滚打的几年里，李斯只觉郑国是一个认死理的倔强老水工。 郑国的所有长处与所有短处，都可以归结到这一点去体察。工程但有瑕疵，郑国可以几天几夜不吃不喝的守在当场，见谁都不理睬，只围着病症公断无休止的转悠。但有粮草短缺、民力冲突，李斯找郑国商议，郑国便黑着脸一声吼：“你是总揽，问我何来？”吼罢一声，扭头便走。 且过后从来没有丝毫歉意。前期，李斯以何渠成之身总领事务，没有何渠令，郑国说他是总揽而不愿共爵或不屑共爵，李斯也无话可说。可后来郑国做了何渠令，李斯仍是何渠成，郑国还是如此吼叫，李斯心下便时时有些不耐。然则李斯终究是李斯，一切不堪忍受的。 李斯都忍受了。李斯有自己的抱负，以明士当有的襟怀，容纳了这个老水工，颇有几分迂腐的完任怪诞秉性，诚心诚意的相助赵国，毅然承揽了郑国所厌烦的所有繁剧事物，李斯没有指望郑国对自己抱有感恩之心，更没有指望这样一个秉性怪诞的十工派水家大师与自己结交为友人。 李斯只有一个心思，泾水河渠是自己的第一道工业门槛必须成功，不能失败。为此，必须忍耐，包括对郑国这样的怪诞秉性的忍耐。郑国寡言，除了不得不说，且还得是郑国愿意说的河渠事务。两人共宿一座幕府，竟从来没有议论过天下大事与任何一国的国事。 偶有夜半更深，辗转难眠，听着郑国寝室雷鸣般的鼾声，李斯便想起在苍山学馆与韩非共居一室的情形。韩非比郑国更怪诞，可李斯、韩非却从来都是有话便说，指点天下，评判列国，那份意气风发，任你走到哪里，想起来都时时激荡着心扉。两相比较。 李斯心下更是认定，郑国只是个水工，绝不是公叔班那种心怀天下的名士大公。然则郑国也怪，不管如何对李斯吼喝，也不管如何对李斯经常甩脸子，但说人事，便死死咬住一句：“泾水河渠，老夫只给李斯做副手。”纵然在秦王面前，郑国也一样说得明明白白。 李斯记得清楚，秦王王叔命定郑国做河渠令的那天夜里，郑国风尘仆仆从工地赶回，只黑着脸说了一句话：“不管他给老夫甚个名头，老夫只认你李斯是泾水总揽，老夫只是副手。”李斯摇着头，还没说话，郑国已经大步进了自己寝室。今日。 郑国和盘托出如此惊人的秘密，李斯才电光石火般突然明白，郑国既往的一切怪诞秉性与不合常理的烦躁，都源于这个生死攸关的命运秘密。一个心怀天下水势，毕生以治水为第一生命的水家大师，既想报国，又无以报国。 既想治水，又无从治水；既想疲秦，又不忍疲秦。不疲秦，则背叛邦国；疲秦，则背叛良知。如此日日忧愤，该当忍受何等剧烈之煎熬？在秦国治水，郑国最终选择了水家应有的良知，宁愿背负叛国恶名，面对邦国问罪，族人命悬一线。 郑国又平静地选择了回国领死，生生抛弃了一个他历经艰难、深深融入其中的生机勃勃的新国家，生生抛弃了他刚刚在这片土地上建立的丰功伟业。如此际遇，人何以堪？如此情怀，夫夫何言？秦王驾到。 庭院中传来长长一呼：“老哥哥。”李斯有些茫然了。老夫之事，与你老兄弟无涉。郑国平静地站了起来。大秦帝国之铁血文明第三章，《乾坤合同》，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下期我们再见。